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点时间，让我可以慢慢学会改变一言堂，对吧？自我和任性等一系列毛病。战队是一个整体，我不能单打独斗，也更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由自己来扛。我承认，我需要你们。 希望你们可以接受我的道歉。从今以后，我希望我们遇到的所有事情，我们都可以一起面对。接下来的比赛，我会好好打，训练我会好好练。 ZJDX 战队不是我一个人的战队，是我们所有人的战队。 我希望我们能够奋战到底，没有遗憾，没有怨悔。对不起，我再次因为我的自我和任性向大家道歉。 李成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觉得很害怕。算了，不管了。成哥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能看到你道歉，我这辈子都值了，没有遗憾了。哎，成哥，你要不要顺便为了你以前省技能不交治疗而害死我道个歉？小胖，你别蹬鼻子上脸啊，这饭还剩吗？你想累死？他就是应该道歉吗？<笑> 小猫，装什么雕像呢？是谁一大早晨起来抱着电话说陈哥不找你的？陈哥，你吓到我。对不起，我不敢吼。我以后再也不吼了，你不要再哭。我没哭。你没哭，那我不是很亏？ 我哥哪会哭啊，真是。喂，你好，来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走吧。嗯。紧张吗？嗯。放心，有我在。走。事情的具体情况，你们彼此都清楚。今天安排你们当事人见面，就是为了解决问题。林木，微博 ID 默默是大魔王的持有人，这是他的父母。经我们查证。 那个刀片的快递，的确是林某所发。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真的有点做事不过后果。类似这种恶作剧快递吧，我们这里每个月差不多处理个一两桩。你们这个验伤了吗？啊，您过目一下。一般这种事儿，到最后都是和解，毕竟孩子小，不懂事儿。 这骂也骂过了，我看这小孩也被吓得不轻，吃了教训，估计以后也不敢了。是是是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我家闺女才18岁，这不今年复读呢吗？准备考大学。对对对，我们回去啊，一定好好教育她。这医药费的事儿，由我们全权负责。这网上的事儿吧，弄到现实来也挺不好看的，对吧？而且我们这孩子今天一路上哭着过来的。 你说就这么把他从学校叫出来，等他回去，那同学还不知道怎么说他呢。而且我跟他爸还得上班呢。不和解。你们家小孩18岁出头，我家小孩也才20出头。
如果因为你家小孩小不懂事就算了，那我们家小孩受的伤和委屈怎么算？不但在网上发黑帖造谣，还寄刀片，还在网上卖惨，无中生有说自己有抑郁症要自杀，因为这件事给我们家小孩带来更多的侮辱和麻烦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所以我们不和解。赶紧道歉啊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你们就原谅我吧。不用紧张，记得不是管制刀片，而且在网上撒谎造谣也关不了几天，无非就是备个案，留个黑底，教育教育，赔点精神损失费而已。网上玩个游戏，有那么严重吗？哦，不严重。那这样，我在您闺女高考之前呢，把她的手打断，是不是也不严重？毕竟明年可以再来。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我们又不是故意的。注意点啊，这里是公安局，胡言乱语什么呢？就是胡言乱语什么呢？说你呢。哦，我们的意见是不和解，走。哎，你们怎么不讲理呀？他们怎么走了？这怎么走了？警察同志，这要是不和解的话，那是不是就得留案底啊？哎，是啊。哎，这种案底留多了，是不是影响我们上大学呀？什么叫这种案底留多了呀？心疼人家小姑娘了？我也是小姑娘。我们家就你一个小姑娘。拘留？这怎么能拘留呢？别说五天了，一天都不行。我孩子还得上学呢，上次明明都没事儿，怎么这次就要拘留了呢？这明明都是一样的事儿嘛。这位家长，怎么说话呢？为人父母不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，有问题了先想着怎么逃避受罚，不负责任。他做这种事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三个月前曾经给人写过恐吓信，就因为吐槽了他的偶像，这像话吗？一封信能恐吓什么呀？能恐吓什么？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。你们怕孩子被抓，人家孩子没有父母吗？上次赔钱人家不追究你们责任，但不表示他没有错。你们这种态度，我看我也调解不了了。接下来就走程序吧。您辛苦了，我们后面联系。这，我先走。这怎么行啊？这不行啊！我才不信呢！这就拘留了。怎么样？真是没想到，这小姑娘之前就因为给别人寄恐吓信被人告过，这次怕是要拘留了。根据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20条，违反治安管理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从重处罚。6个月内曾受到过治安管理处罚的，第42条，有以下行为之一的，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重的，处5日以上或10日以下拘留，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。其中一，写恐吓信，或者以其他的方法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。他已经满18周岁了，6个月之内有过前科，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吧。你昨晚百度书面背下来的？你怎么知道他有前科？我怎么会知道？那你怎么背这么熟？我毕业于政法大学。哦，我听陆月以前说过，然而我并没有信。厉害不？我们孩子还小呢，这怎么办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别闹了，这不都怪你啊？平时百依百顺的。你跟我吼什么呀？你赶紧想办法呀你！都是让你宠坏了。走吧，好戏看完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哪知道。ZGDX 电子竞技俱乐部郑重声明，原微博 ID 为默默是大魔王的用户此前在论坛发布帖子同妲己是怎样炼成的，并给童谣女士寄送恶意包裹，致使童谣